去年，非洲有人给我寄来了非洲原木，我将它交给木工师傅加工时，我就知道赚了。里面的纹路和海南的黄花梨类似，柔美的线条曲曲折折，相互交缠，像水波，像火焰，像鬼脸。成品摆在工厂展厅后，果然很多富豪前来问价。我将工厂直销价告诉他们，他们都惊呆了，这些漂亮木桌性价比居然这么高，果然还是工厂直销价格公道。